即摆休困一个煞伤久去吼，啊，我这个故事啊，阁真长啦吼，啊，咱莫阁煞咧，煞咧煞，吼，咱来讲即个1920年代以来吼，台湾人的精英，即知识分子，因对迄个时代吼，安怎来因应啦吼，中国话咧讲因应吼。就那像即马是2012年，啊，在座各位都是咱台湾人的精英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对2012年的这个年代，咱要哪对台湾问题来应应，来提出对策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互咱了解吼、哦，咱过去台湾人这个先辈，这个知识分子是安那为台湾咧拍拼。1920年代吼，毋是讲那1920年代就开始即个社会运动。1920年代以前吼，等即个1895年马关条约了，日本开始占领台湾吼，出兵来占领台湾。伊个船呢，到台湾个时阵，各位敢知影？即日本兵吼，伫台湾什么所在停留？各位敢知？倒位？二地诶，对，伫二地吼。二地，伊本来是要等淡水河入来，淡水河因为有炮台吼，伊惊即个船危险吼，所以设咱二地迄边。但二地迄边停留了呢，佮用陆军呢？行路入来台北市的吼，伊当时当然是有迄个人个引带啦吼，带了台北城呢吼。即个1920年代到即马哦，我个想起来嘛，特别一世纪啊呢吼，比较一百年啊吼。但是台湾的即个情势吼，台湾的地位，游玩呢，还阁无解决。咱知影1920年代以前呢，台湾人开始即个武装抵抗，吼、哦，抵抗即个日本人的统治。了呢，知影讲武装抵抗无法度改变台湾吼、哦，所以等1920年代台湾人开始呢，用社会运动要来改变台湾吼、哦，比如讲1920年有一个新民会伫东京成立吼、哦，这就是讲，那像1970年代伫美国的东洋会，伫日本的东洋会相共吼，拢是遮个留学生伫东京来成立吼、哦，1921年吼、哦，咱拢捌听吼，即、哦这个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吼。哦领导者当然是蒋渭水啦，吼！幕后即个林献堂先生，吼！1922年，吼，即台湾议会基层动民会，即领导人呢，就是林献堂先生，吼！即个台中雾峰的林家，吼！议会基层呢，即是日语啦，吼！伊暂时就是要求讲，日本呢，和台湾人参加政治，吼、哦，台湾人会当参加日本的政治，出来选举，参加日本的议会，争取台湾人的权利安尼吼。林献堂咱知影吼、哦，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啦，吼、哦。即、这个五大家族家人有一个姓颜呢，吼、哦。这是梅孔吼、哦，这个台北市换一个姓林的吼、哦，林本源这做木材的吼、哦，台中中部就是林献堂先生吼、哦，台南高雄那边那就是姓陈陈家吼、哦，有一个五大家族吼、哦，这五大家族内底吼，林献堂先生呢对台湾贡献呢上大吼。哦伊迄当时，
伊个哦，伊财产就不得了吼、哦。伫中部目睭所看个所在啊，拢伊个土地安尼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伊赞助真济台湾个即个社会运动吼、哦。啊，1926年吼、哦，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，啊，即、这个、领导者就是甘杰赵港吼。这是即个屏东迄方面啦吼，啊，迄当时台湾农民主要是种甘蔗，啊，台湾就有蔗糖会社，啊，甘蔗蔗糖外销吼，啊，因为蔗糖会社迄个北社即个农民吼，啊，即、这个甘蔗呢拢偷斤两吼，啊，所以组织只农民起来对抗吼。啊！1927年，台湾文化协会呢，啊分裂，啊有一个左派、右派安尼吼，啊所以成立即个分裂了后呢，有成立一个台湾民众党吼，即、哦、台湾政治史内底第一个台湾人的政党吼、哦。啊，1928年吼、哦，有一个台湾共产党伫即个上海成立吼、哦。啊，1930年。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，即就是延续即个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吼，啊要求台湾人会当地方自治参加政治安尼。啊，以上即个社会运动啦吼，伊毋是化讲台湾要独立吼，伊是要要求台湾人伫日本统治之下会当参加。日本的政治，吼、哦，因为迄当时台湾是殖民地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是日本籍的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即个运动的中间呢，遮真优秀，遮个人呢，吼、哦，我是列几位尔，其实还阁真侪啦，吼、哦，遮真优秀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咱较了解，吼、哦，尾仔即两位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赖和。吼、哦，伊是一个医师，哦，赖和是彰化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杨贵呢是台南人，新营迄边，吼、哦，啊，赖和呢确实真优秀的台湾人，伊本身医生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是人格者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讲看病，迄当时台湾人真侪艰苦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无钱看病，无钱付现金，吼、哦。哦，拢写迄个欠销的单啦吼、哦。啊，有一年呢，即、这个赖和先生我要过年啊吼、哦，啊，伊就即个销单看看咧，规大堆咧吼。伊讲我即个销单若拢收倒来吼，哇，伊真好过年啊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想规暝吼，啊，当销单是毋是爱去收？吼、哦，想规暝想啊天光吼。伊将只销单呢，规个给烧掉，吼、哦，所以可见呢，伊是一个医生，嘛是一个人格者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赖和先生呢，伊虽然是真人真好，但是早过身，40几岁就过身啊。啊，伊出葬的时阵哦，哇，彰化人安尼，差不多规彰化市的人。拢出来个，即个送吼、哦，送葬安尼吼。啊，即马呢，伊个孙啊吼，嘛咧讲吼，咱清明扫墓吼，拢去墓安尼清清咧，啊草啊抠抠咧吼。伊讲，阮拢毋免扫墓咧吼，因为偌好个墓呢，拢清清淡淡。因为即马彰化人讲，偌好个墓草吼，会当治病啦吼。啊，所以伊个芒草拢足清气个吼，所以毋免去扫芒啦吼。啊，即个杨贵呢，伊嘛是一个真优秀，迄当时优秀个台湾人吼，伊写小说嘞吼。啊，赖和呢有编一个杂志吼，《台湾新民报》啊，内底就登一寡即个啊小说，啊，其中。顶一篇即个杨贵的即个小说啦，啊，即个小说顶上集的时阵吼，
这个日本政府较禁，你袂使订啊，上过翻这个日本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无较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杨贵甲罗河煞熟识呢吼，啊，罗河就甲杨贵讲吼，杨贵伊这个本来这个贵吼、哦、是迄个高贵的贵啦，吼、哦，毋是即马这个贵，啊，罗河甲讲，你这个贵吼、哦，啊，无够力吼。你爱合作一个贵，吼、哦，水浒传内底有一个李贵，吼、哦，李贵这个人有力，吼、哦，啊，打抱不平的这款人，吼、哦，你爱合作这个李贵啊，呢，啊，所以伊就改做这个名，吼、哦，以后拢用这个名，啊，所以杨贵拢讲偌好是伊的命名之父啦，吼、哦，改好名的老爸，啊，偌好呢？即马伫台湾文学界呢，拢甲号做是台湾现代文学之父吼、哦。啊，伊偌好真侪小说呢，啊，即马吼啊阁真好吼、哦，你甲看吼，伊足侪小说拢写了真好吼。哦，啊，即张清切即个嘛文学家啦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林幼春是即个林献堂的一个弟啦吼。哦啊，1934年呢，有一个大洋展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早期台湾这个油画家吼、哦，我即马一只，敢那列几个人吼、哦。啊，这人呢，哇，即马国际上真有名吼、哦，大家应该爱认识吼。像廖介春、李石樵吼，因这个画吼，即马伫国际上诶拍袂着，四百多年拢上亿个吼，所以可见呢，台湾伫1930年代即个艺术文化吼，都非常非常个发达吼，会使讲是台湾艺术文化黄金时代吼，就是1930年代个台湾吼。啊，咱捌听个就是即个邓廷波，嘛是日本留日本个即个画家吼。啊，得到这个特典吼，真无简单吼、哦。啊，结果伫228事件嘛是被拍死吼，被拍死。啊，拄拄啊有提起吼，1941年啊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啊，日本开始轰炸珍珠港，啊，美国向日本宣战吼，啊，所以就开始这个太平洋战争。啊，迄、那个年代，台湾人呢，啊，家庭有法度的，经济好的，伊就留日本，互去日本读册。啊，读册了呢，就转去中国的华北，因为日本伫中国华北呢，成立一个满洲国，吼、哦，啊，满洲国需要真济人才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因为有这个机会，足济人，从日本转到华北去的，吼、哦。啊！但是到中国了呢，啊，唔敢讲家己是台湾人吼、哦，互相之间拢讲因是白籍吼、哦，白汉籍安尼吼，做台名啦吼、哦。啊，即无法度出国留学的呢，啊，即台湾囡仔呢，啊，因为战争的关系吼、哦，就定调当南苗去啊吼、哦，啊，有诶是去做军夫，有诶是去做兵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去到南苗，真济人吼、哦，啊，大部分拢战死伫南苗吼，无法度转来吼、哦。啊，1945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太平洋战争啊，美国拍赢吼，啊，日本、台湾拢拍输吼、哦。啊，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吼、哦，啊，咱即摆互国民党教育讲，啊，日本战败呢，台湾是战赢呢。其实台湾是战败吼、哦，啊，真济即摆少年个拢毋知吼、哦。啊，伫网络顶悬，我嘛捌接到迄个 email 讲，哇，即、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吼，因、哦、台湾个厝吼，拢受到日本个轰炸啦吼。我、哦、你讲对毋对吼、哦？台湾是日本个领土，啊，日本佫轰炸家己个领土。啊！你着历史啊，咱无清楚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真侪人啊，佫无了解吼、哦。啊，
战败了后，即个所谓的祖国牌，即台湾人伫中国呢，啊，都对蒋介石转来啊，哇，要来接受台湾啊，吼，回归祖国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呢，两年后，就是二二八大屠杀啦吼，开始杀人吼，啊，即个祖国牌网络吹起啊吼，啊，但即个因为杀遮济人。啊，所以即台湾精英呢，开始思考讲，诶，台湾是毋是爱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家己来管理家己吼、哦？啊，所以台湾独立的思想呢，从1947年呢开始来发生吼、哦。啊，二二八事件被拍死的吼、哦，根据即个约翰克这本册呢，伊是讲台湾两万。左右的人啦吼，啊，即马真侪讲无啦，唔领啦吼，啊，比这个较侪啦吼。但是当时的户政、户口吼，确实无法度查讲确实吼，啊，偌济人死亡啦吼。啊，即、這个死去这人呢，即、這个这张七郎啊，是花莲那边的一个医生，吼。啊！伊个医生，伊三个后生吼，当时国民党总掠吼，张七郎啊，三个后生也掠吼。啊，其中伊一个细汉后生吼，啊，落地啊内底，毋知坐地一条啥物条啊，写军医啦吼。啊，所以国民党在平安呢，将伊上细汉即个甲放去。啊，剩个呢拢枪毙吼，即、這个老爸两个后生，规个断死安尼吼。所以是真凄惨啦吼！啊，结果呢，台湾精英，哎，大部四只人面喏，走啊，来走路啊，啊，所以就经过香港呢，啊，走咱日本，走咱美国去吼、啊。啊，像这个，哦、啊，贾雪红、杨克红，这是台湾共产党吼，因、啊、走咱北京去吼，哎、啊、呀。贾雪红真巧吼，伊是台湾女性吼，啊，会使讲真传奇的一个台湾女性吼。伊、啊、出世家庭真歹吼，啊，互卖做养女，啊，卖来卖去吼，啊，到尾靠伊本身的努力吼，啊，变成做台湾共产党吼，啊，到尾嘛去到莫斯科大学读册安尼吼，真传奇的一个台湾女性吼。啊！伊要安怎走离开台湾呢？伊真巧，就是讲，哎，伊想上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啊，所以伊走去高雄遮营。哦，啊，伊当时有国民党的迄个舰船啊，伫咧走遮营，甲即个上海，啊，伊就是坐即个舰船哦，啊，走去甲中国安尼吼。啊。廖文杰啦、苏明因这人吼、哦，啊，走咱日本去，吼、哦。啊，廖家呢，咱知影廖家是迄个分林西的人吼、哦。啊，分林这个廖家是大家族。啊，这个大家族呢，非常非常优秀吼、哦。这个廖家出产差不多五六个美国博士，真无简单哦，第一年代吼、哦。啊，廖文的本身是美国的一个机械博士吼、哦。啊，伊走到日本的时阵，国民党要甲掠，哇，掠袂到啊，人伫日本啊，啊，要安怎？国民党就掠伊的兄弟，廖家的兄弟，伊兄嫂，伊的侄仔，啊，廖家的大家族的财产呢，啊，全没收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兄弟呢，判死刑。啊！逼廖文杰讲：“哎、欸，你要倒来，你若无倒来，啊，判死刑要执行啊！啊，你若倒来呢，即个死刑呢，啊，都唔免吼，免算啊呢！啊，所以各位啊，你若是廖文杰时，啊，你要安怎决定？你是要为着你的理想，台湾要互独立，还是要救你遮个兄弟，你遮个亲人？你要安怎决定？”这是无简单的一个决定呢。到尾呢，
伊喙齿紧咬咧，转来台湾。转来台湾当然是伊个兄弟，但死刑变无期徒刑，无期徒刑呢变关几冬了，甲放出去吼。啊，一部分的财产还伊，吼、啊。啊，掠文件呢，啊，互伊去做石门水库的库长，去管石门水库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到尾嘛，伊真郁准啊吼，啊，无偌久就过身吼。啊啊，苏明先生，哦，可能国语也拢捌听的吼、哦。这吴医生，九十通岁啊，哦，无简单嘞吼。今嘛阿个咧为台湾咧拍拼吼，是无简单吼、哦。啊，伊当时呢，啊，走离开台湾，伊安那走离开的呢？咱知影，迄当时呢，台湾足济金蕉烧日本，吼、哦。啊，金蕉船吼，伫家人足济吼。啊，早期个金蕉是用迄个竹篮啊底吼，啊来靠人吼，来扛起个船顶吼。啊，苏明先生呢，伊就装作迄个空工吼。啊，我金蕉伊踮身体也可能真勇啦吼。啊，金蕉安尼规篮安尼摸咧吼，啊来扛起船顶吼。啊，去到船顶了咧，伊就迷啊吼。啊，避开了呢，船就驶离开去到日本。啊，日本了就跳船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跳船的时阵，跳船出来哦，日本警察抓去啊！啊，日本警察想讲，这台湾的来的呢，要给送倒转去呢。但国民党呢，有一条公文去，讲要通缉这个苏明啊呢。啊，苏明是去日本呢，申请政治庇护。就是讲，国民党要甲迫害啊，要甲掠啊，所以走来日本啊。啊，日本讲，安尼有证据啊，国民党要甲对杀吼，啊，所以互政治庇护，所以国民党这个文煞救着苏明安尼吼。啊，1949呢，拄拄也有讲吼，1949国民党啊，甲这个共产党内战，啊，这个共产党拍赢，啊，国民党啊来走路啊。啊！要走来对，就是走来台湾吼、哦，走来台湾啊！所以国民党呢本身有两个性格哈、哦。第一个就是1945年，伊蒋介石甲伊个集团占领台湾，即个受到即个明军第一个命令哈，占领台湾，所以是占领军哈、哦。啊！1949年呢，伊是流亡来台湾。但中国的中国人走来日本的台湾来流亡、啊、所以有两种的性格哈、啊。啊，1950年呢，这个中华民国啊，这个 ROC 啊，在台湾佫挖起来。1949年嘛，和这个共产党消灭啦，哈、啊。啊，蒋介石是下野。伊无做中华民国总统啊呢，下野啊逃亡来台湾啊。啊，1949年中华民国的代理总统李宗仁啊，就逃亡去美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蒋介石是逃亡来台湾啊。啊，结果呢，隔一冬吼、哦，啊，蒋介石讲，伊怎要倒转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啊？要做唔做，拢伊咧讲呢吼。伊、哦、是下野啊，即马要转去做总统啊。啊，所以伫国民党诶历史就甲讲，伊是复兴术士吼，要倒转来做总统安尼吼。啊，伊做中华民国总统了呢，就开始白色恐怖吼、哦，是1950到60年代吼、哦，非常惨烈的一个屠杀行动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足侪台湾人诶知识分子呢，大家都噤声。无爱插政治吼、哦，啊，变作安尼，啊，有诶是走离开啊，即、這个台湾吼、哦，啊，1952年啊，旧金山合约吼、哦、，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哈、哦，啊，生效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旧金山合约真重要啊，即、這个条文就是日本放弃台湾诶一切管理吼、哦，啊。这个管理要何上啊？条约内底无讲，
条件无讲安尼吼。啊，咱知影五零年代、六零年代走离开台湾，这人开始从事伫美国、伫日本的台湾独立运动。啊，1956年呢，啊，即台湾即精英吼，啊，伫费城的费拉达菲亚吼，啊，成立一个独立运动的组织，这是伫美国第一个台湾独立运动组织吼。啊，即五个叫做费城五健吼，啊，林明坤已经过身啦吼，啊，剩个还佫伫咧吼，啊，即、这个杨道杰医生啦吼。即马嘛啊，转来台湾吼，啊，继续为台湾拍拼吼。啊，1957年，啊，咱拢知影吼，啊，省议会有一个五虎将吼，啊，当然五虎将内底有一个一方啦吼，即个柯世贤吼，啊，到1957年台湾开始一个地方的这个选举吼，啊，1964年呢，啊，彭明敏先生甲伊两个学生。发表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这是1964年吼，拄拄啊，迄个国民党的化反共大陆上迄个啊严重的时阵吼，这个自救宣言讲啊，反共大陆无效啦吼，你袂当反共大陆，你一定拍袂赢吼，诶，反共无网论，伫迄个年代，一抬头做啊，吼，所以。这三人总列起来吼，啊，因为彭明敏先生伊国际上较有名吼，啊，捌驻联合国的这个顾问吼，啊，所以国民党较唔敢甲关啦吼，所以甲软禁，啊，禁伫底呢，禁伊兜，袂使出去，啊，所以伊软禁了，伊想讲，伊的性命嘛受到危险呢吼，万一有一天会安怎吼？所以伊就想讲要逃离开台湾啦吼，你24小时拢有人咧甲你监视吼，啊，你要安怎走离开台湾？所以伊想一步呢吼，伊想啥物步呢？伊即摆防软禁啊，对面吼有人咧甲监视，啊，所以逐日呢日时呢，伊就徛在伊个客厅个窗仔头前，就是要互监视个人看吼。讲伊有伫咧啦吼，啊，拢徛伫遐呢吼，啊，伊开始流喙须，吼，啊，头毛流长长，胡须吼，啊，久来就胡须啊唔吼，啊，即摆有一天呢，一个美国传教士叫做 Thornbury 吼，这个传教士是胡须的吼，啊，伊暗时呢，这胡须的来个访问，来个拜访呢，啊，了后呢？伊要转去，啊，转去个呢，毋是宣教师，即摆出去是彭明敏先生吼，另外一个福州个出去溜出去吼，啊，即隔工呢，即、这个宣教师福州个嘛徛在迄个彭明敏先生客厅个窗仔前吼，啊，监视人看，福州还佫徛伫遐咧吼，啊，彭明敏先生即福州个呢，迄一暗呢，伊就坐船去到香港，啊，但香港呢。转飞机飞去 Stockholm 吼，瑞典的 Stockholm， 啊，就安尼走出去吼。结果遮个监视的人的报告呢，照写吼，啊，无时无日吼，啊，伊还佫徛伫遐几点钟安尼吼，啊，结果人已经走去啊，即个瑞典啊安尼，伊是安尼走出去吼，所以嘛真无简单啦吼。啊！1970年代，哇，真侪代志发生伫美国吼、哦。啊，即、这个世界台湾独立联盟伫正月初成立吼。啊，即个主要的人吼，即摆拢转来吼。蔡东营、张灿龙、啊罗文雄吼、啊陈良志吼，啊，即、这个是我吼。即摆拢转来吼，但转来了后呢，大部分拢跳落去中华民国的。选举吼，啊，即马蔡东营呢是做立法委员吼，啊，张灿龙是较早做即个台南市的市长吼、啊，所以过去呢，伫海外要做台湾独立运动，
因的这个独立运动的党纲就是讲，要用一切的手段打倒国民党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即马会当倒来台湾啦、啊，要用一切的手段拥抱中华民国，投入去这个体制内底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参加因的选举，等于延续伊这个体制，和国民党的性命呢，本来要死要死，吼、哦。啊！你搁甲插一脚吼，互伊煞要死，这时间搁拖较长吼、哦，会变做安尼吼。哦啊，咱有讲1970年啊，彭明敏先生走离开台湾去到瑞典啊，1970年这个气象的事件吼、哦、啊，1971年呢啊，蒋介石甲伊的代表被驱出联合国。啊，这点吼、哦，各位爱真清楚吼、哦。伫联合国的这个国语文内底写个真清楚，就是讲蒋介石及其代表驱出联合国，并无讲中华民国驱出联合国，哈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国民党甲咱骗讲啊，中华民国驱出联合国，无中华民国伫联合国的席位，啊，搁伫咧。只不过中华民国名呢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所以你即马无可能讲用中华民国要翻脸吼，要倒转联合国，迄无可能，因为咱中华民国已经是有一个政治联合国吼，所以咱唔好骗伊，是蒋介石个也代表用驱出联合国吼，啊，1975年蒋介石死亡吼。啊，1977年啊，中了教会有一个林宽宣言，吼、哦、啊，迄当时林宽宣言讲，台湾要变成做新个独立的国家。伫迄个年代，敢发新个独立的国家吼，即嘛抬头做，所以要真大的勇气吼，讲这物件吼。啊，1978年啊，蒋经国啊，继续因老爸吼独裁。统治台湾，啊，1979年呢，哇，嘛真多代志发生吼，啊，咱拢知影吼，这个美丽岛事件吼，啊，掠足侪人去吼，啊，1970年，美国承认台湾人民共和国，啊，这个和台湾断交吼，啊，1979年呢，美国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吼。啊Taiwan Relations Act 哈，啊，这是美国通过的国内法。一个美国那通过一个国内法，和台湾发生关系。你台湾那是一个国家的时阵，国甲国就是要定条约，哈、哦，袂当讲我一个国家，我经过国会通过一个法，要和你发生关系啊。所以真清楚，就是讲台湾。啊，是中华民国，伊毋是一个国家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即个台湾关系法内底讲啊真清楚，就是讲1979年正月初以后呢，所谓的中华民国呢，要甲叫做台湾统治当局吼、哦、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、哦，无甲叫做中华民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这就是真清楚啊！吼，甲咱讲这个信息吼。啊，1986年啊，这个民进党突破党禁吼，啊，成立民进党。啊，1987年呢，这个戒严呢戒毒啊，已经实行吼，38年的戒严戒毒吼、啊。虽然是戒毒呢，伊嘛照样抓人吼。啊，这个蔡友全苦做着呢。嘛是去予判刑吼、哦，啊，这个1989年吼，郑南榕先生呢啊自焚吼，烧死吼，啊，1990年，即个伫海外吼，伫、哦、美国、伫日本即个独立运动的人吼，拢、哦、变作黑名单，啊，因就开始转来吼、哦，啊，有的是偷渡转来，有的是正式转来吼，伊、哦、当时还阁袂当。正式回来吼，啊！我是1991年，我是黑名单嘛，是
偷渡回来的吼，但是我偷渡回来第一摆吼，我是摕这个水电护照吼，等这个桃园机场入来，啊，结果呢，佫叫赶出去吼，伊讲我袂使入来吼，佫甲赶出去，啊，所以六个月后，1991年呢，我用个办法呢，经过松山机场啊，回来台湾的吼，伊唔知影呢吼。啊，所以我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要找我，要安怎找我安尼吼？啊，佫买啊，佫甲起诉呢，讲我违反国安法，吼、哦，偷渡入境。我讲拜托的，即阮家呢，我转来家己故乡，哪有犯甚物法？结果呢，用国安法甲判呢，吼、哦，甲判一年呢。我讲你可能咧判假的吼。哦即海外转来拢判五个月、六个月，一颗罚金吼。哎、哦，你那甲判一年，结果呢？佫毋是判假呢，一年还乖呢吼、哦。所以我转来台湾去关365天，一天拢无检呢。哇、哦，这个法官真了受呢。迄当时就是讲，你若判两年吼。哦关一年，你就会当加薪。啊，你若判一年，歹势你坐较满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甲判一年，等于甲判两年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伫台湾，判一年，佫关三个加工咧。开始甲关伫土城，吼、哦。啊，土城含另外一个重刑犯哦，杀人诶哦，关做伙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会抗议咧。我这一年吼，啊，你含杀人关做伙安那着？你疫情你是安那办的安尼吼？我袂使，你来给我一个房间。伊讲袂使啦，我嘛无房间。啊，你一个人关一间安那自杀的，我要安怎？我靠出来，我倒来台湾自杀要怎啊？啊！我无论如何啊，你爱我一间房间啦。哇！伊就找到高雄燕巢啊。伊讲高雄燕巢吼。有啦，有一间房间你要去无？我是讲，一栋内底吼，关伫底又相共啊，无自由就无自由啊，吼、哦，嘛高雄燕巢嘛照关着，我讲好啊，我来高雄燕巢，所以刷去高雄燕巢了。哦，一间阁袂细间嘞吼，普通关十几个吼，敢、哦、若我一个啦吼、哦。但是这间房间吼，地板是烂烂啦吼，你若无小心落来吼，地板是会落来迄种啦吼。哦啊，就讲袂歹啦，一个一间吼、哦。啊，到尾呢，伫个内底讲，若刑期一冬以内吼、哦，会当申请去外啊监啦吼、哦。各位毋知捌听无？外衣监啦吼。啥、哦、物叫外衣监？就是监到无围墙啦吼、哦。啊，佮有周休二日的吼。监到内底，你拜六礼拜会当放出去吼。袂歹呢吼。啊，佮拜六礼拜吼。啊，恁亲戚啥物拢会使来甲你看吼，会使阁带过门吼，求客阁免钱诶吼，照好诶咧吼。啊，我来甲申请啊吼。伊讲啊，你即个案件可能袂甲你准啊吼。啊，结果我不管啊，请来甲讲啦吼。到尾阁有准诶，阁甲送伊甲台南县诶山上乡吼。啊，所以台湾关即三个监狱安尼吼。真冤枉嘞！啊，我这条小吼无当套呢，这365天要甲送套，伊有一个戒严时期的不当的审判吼，这会当赔偿啦。啊，我这是戒严以后啊，这条小我即马目前啊无法度套，我即下万五民政府会甲套安尼吼。啊，即马吼，1990年。李登辉就做这个啊，中华民国的总统安尼吼，啊，1991年有这代志发生吼，啊，1996年啊，李登辉变作民选的第一任的总统吼，啊，2000年我讲到阿扁啊，咱拢知影吼，啊，有的是爱阿扁爱到要死吼，啊，有的是恨伊恨到要死吼，啊，阿扁啊嘛执政8年，伊嘛想讲啊，咱就改一个名，用正名运动，啊，台湾就独立啊咧，变一个国家咧。其实唔是安尼吼，你透过选举，
无法度将台湾的国际地位改变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变也不但吼、哦，无法度改变台湾的地位，啊，本身和国民党拍来乌了吼，目前啊，搁咧关安尼吼，啊，2006年吼、哦，啊，林志升先生定定吼、哦，啊，向美国政府提出告诉吼。哦啊，伊迄论述吼，我是咧想吼，是1945年以来针对台湾地位吼上正确的一个论述啦吼。啊，伊这个论述呢，敢向美国犯伊告，你了相当把握呢吼。美国告了，律师费用呢，这美国律师呢，啊，美国律师是摕美金的呢，毋是摕台币呢，吼。所以你若无相当把握吼，你唔敢去乌白告，你去告一个政府呢？哦，这唔是滚笑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是伊个论据啦吼、哦，我就简单讲伊这论据吼。伊、哦、主要就是讲，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，美国就是主要占领全国吼、哦。这个合约内底写啊真清楚。啊，主要占领全国是安怎呢？伊就是。美国打赢日本，啊，征服台湾，啊，做台湾变成做美国，被美国征服的领土，啊，变作是美国未合并的一个领土啊。啊，美国未合并的领土吼、哦，根据美国宪法，伫未合并领土顶端的本土台湾人，会当享受美国宪法的一个保护。哦，根据这个讲法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这个 Richard Hudson 哈、哦，这期我都来哈、哦，身体不好哈、哦，啊，林志升先生等等哈，这个论述经过美国法院的验证哈、哦，的考验哈、哦，啊，证明讲经过三档后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，就是讲。以这个论述啊，这个法官讲，伊无法度调整，无法度驳这个论述啊，吼。伊是讲，伫这个过去60多年来，吼，台湾人一直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，吼。啊，台湾呢，无一个一致承认的一个政府，吼，这政府无承认啊，吼。啊，伫国际社会中呢。无确定的地位，吼、哦，这是最高法院，甲咱讲啊真清楚，吼、哦，台湾到目前呢，伫国际上无一个确定的地位，但是呢，伊是咧讲，法院咧讲，吼、哦，什么人对台湾有法度行使主权，这是政治问题，毋是司法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法院呢，针对这个告诉呢。伊讲超过伊个范围吼，伊无法度去判嘞吼，啊，所以将这个案件呢，就到这同啊停止安尼吼。啊，这个2004年吼，啊，美国啊一直向这个世界讲吼，台湾是中华民国，拢啊个唔是一个国家吼，无享受国家的主权吼。这个刚讲啊，非常清楚了哈、哦啊。所以到目前呢，美国一直还佫用这个真，因咧讲的模糊啦哈、哦、，ambiguity 哈、哦，用模糊的政策哈、哦，无要直接对台湾的这个主权的问题哈、哦、来表态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咱要安怎呢？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咱即马知影咱的这个啊、问题伫倒位吼，啊民政府以及各位在座吼，咱要安那因应这个物件吼，我是感觉这个论述是正确的，经过美国法院的这个验证吼，啊这个论述要继续讲，予咱较侪人来了解。较侪人站出来，你若像迄个
利比亚，你若像也门，你若像埃及这人，大家拢徛出来，一个都市十万人、二十万人拢出来，哦，这个力量非常大吼、哦。你若有法度安尼的时阵，美国、日本，伊就爱出兵来处理台湾的问题，啊，所以真济学员拢讲，啊，咱会当较紧的啊无？吼、哦。台湾的地位个正常化，我讲较紧无较紧，是看咱家己啊，你袂当看别人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的人若愈多，这个流动就愈大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想最后留一个五分钟，吼、哦，啊，看大家有啥物问题要来分享，吼、哦，留这最后五分钟，吼、哦，安尼好无？我来讲讲到这问题，以后民政府成立起来，自然就有办法啦。我相信免烦恼这吼。你讲当时蒋介石这土匪啊政权走来台湾，伊安怎开始的？当时军公教嘛是日本人啊、台湾人啊，伊安怎开始的？相共，所以这问题吼。唔免伤烦恼，较爱烦恼是讲咱要安那吼，较紧徛起来，较紧即个民政府收到即个美国政府以及国际的即个承认，即、這个较要紧啦吼。好来，请。我一个问题吼，就是讲，拄仔咱看讲迄、那个。美国的迄个最高法院的这个，虽然讲有论述啦吼，但是伊的判决的结果是甲咱讲伊无爱接受嘛。啊，既然无爱接受的时阵，后续的动作，比方讲，咱即马咧讲讲啊，咱要申请啊，咱的身份证这个问题，啊，伊就既然唔甲咱接受啊，啊，因美国政府因嘛会使讲啊，你来告啊，告的法院就是安尼甲你判断啦。啊，咱即马阁申请这个。申请，伊那要互咱申请。即摆就是法院甲国务院吼，因咧是独立的机关，互不迄个理事啦吼。伊毋是讲法院受啥物人管吼，而是讲国务院受啥物人管吼，无遮个问题啦吼。所以法院讲，伊这是政治问题咧。啊，你政治问题，你要安怎叫伊来处理？就是靠力量啦，吼、哦，唔是讲靠法院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国务院袂当告啊，法院才会当提出告诉啊。啊，即马有身份证无唔对吼、哦，但身份证我是感觉讲身份证爱有配套啦，吼、哦，你袂当讲摕这个身份证，我要出境咧，啊，你要出境，你去航空公司摕身份证，伊要你坐飞机无？袂当啊，你得爱有一个。旅行证件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目前刷了一个阶段，就是讲要安那美国迄边啊去交涉，发予有台湾身份证的人旅行证件。啊，你摕着旅行证件，你才会当上飞机去旅行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即马就是这个身份证要有配套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感觉这个配套就是。旅行证件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煞来真迫切的任务，就是讲要安怎交涉这个物件，吼、哦。我拄个即个讲法意思是讲，美国政府啦，就是讲国务院的这个问题，国务院伊就是甲咱拍官司嘛，伊就是不爱承认的意思嘛。啊，即马不爱承认，啊，即马法院就甲伊讲，我袂当接受啊。啊！伊本来就不爱承认啊，即马要同意讲，有啥物理由，伊会同意讲要互咱申请咱的身份证？足奇怪的，这个，因为当初伊就是不爱插咱嘛。啊，法院过了，伊嘛感觉伊无输啊。啊，既然无输的时阵，伊就不爱插伊就好啊，那就阁互你来申请。是啊，啊，即马就是讲，伊就是用迄个模糊政策，伊不爱表态，哦，因为伊即马表态了，问题足侪啊。
吼、哦，阿强啊嘛反对啦，啥物吼，爱都无，伊都点点啊，互你去演变，互你去做，啊，看你台湾人，来请神像是几个？是一万个，还是一千个，还是十万个？无同啊！伊若来请个十万个，哦，我想伊就开始吼，脚步会较紧啊。你这力量有起来啊！啊，目前咱这正常个请尔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无够吼。啊，所以我是咧讲，即、這个要改变即个现状，就是要有即个人民的力量啦 ，People's Power。人民的力量若出来，我想不管你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拢挡袂掉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真清楚啊，这个目前中东的情势就是安尼啊，伊百姓觉醒，大家徛出来，情势就会改变啦。所以即马爱靠咱家己吼，咱来较打拼，来转去吼，咱的厝边隔壁亲戚伙仔爱讲这物件。吼、哦，予较侪人来了解，较侪人来受训，较侪人请这个身份证，这个力量就会起来。吼、哦，啊，目前咱这个力量还阁上过少，问题是这。来，阿伯李生，哎。就是讲咱即马讲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讲。以目前咱安尼吼，臭鬼朋友啦，是讲亲戚朋友安尼介绍的讲法吼，咱咧速度敢咧真慢。啊，是讲即个问题，咱有讲讲有啥物办法，啊是讲有啥物想法吼，咱有法度吼，即个速度较紧的。因为咱讲正经啦，咱若读过的人吼，心拢真急啦。啊，毋过你若毋知影的人吼，咱甲讲的，当时啊讲到咱叫用骗伊啦吼。所以讲，这个问题，咱有法度讲，像讲咱有一挂算讲游行啊，是讲活动吼，咱有法度吼，去咱这个组织去媒体去放送安尼吼，咱看卖吼较有机会啦。啊，无讲正经，咱也安尼直接讲正经，咱今仔来嘛，甲三十挂人，哎三四十人啊，啊要讲偌久，甲摊等我一万人。我了解啦，当然大家拢足急的啦，哈、哦，吼。你叫我嘛急啊吼，啊！但是这个物件有当时啊是袂当真急啦吼，我那爱看对方的反应。我是感觉，若如用正经的落来，哦，这我想你唔免去甲厝边隔壁讲吼，我想外口已经摆咧摆架吼，所以我那爱有这个配套的物件出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爱时间的问题，你无法度。有当时啊，代志我无法度记嘛。到时请问吼、哦，这台湾民政府伊的理念，若要照我这两天听起来吼、哦，昨甲今仔听起来，伊甲民进党的迄、那个建国的迄个理念来个真歪。啊，为什么会使来联合民进党的力量来甲咱？推动咱的社会运动，可能会较紧吧。无啦，民进党甲民政府吼、哦，无共，而且佫上大无共。民进党是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。民政府就完全否认中华民国啊。你台湾若是中华民国的，啊，就去了了啊咧，台湾就是阿强阿的啊，所以迄种讲法是目前真危险啦。啊，所以这两种讲法，你讲要借落来合作，啊，无啥可能。哎，在我了解，无可能。啊，即摆嘛唔好唔忙安尼吼，即摆唔忙咱家己做咱的代志，将咱家己壮大起来，安尼上要紧。我想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吼，啊，咱今仔的课到这来结束，啊，刷咧就是食下道饭啊，吼，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起立。
今日下课。